冬天咧都不忘记要搽防晒，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保湿、保湿、保湿、保湿。Hello, Press Logic Girls， 你哋好，我系林嘉欣 Karina。最近因为就嚟圣诞啊嘛，咁好中意用红色咯，今日就 matte 啲嘅红嘅，有少少 tips 嘅，因为搽红色咧，你好容易 high 到边边咧，咁就会令到啲肤色有少少污糟啊嘛，咁我就用 concealer 嘅笔咧就轻轻。抹翻個邊邊，咁嗰個嘴嘅型會更加 sharp 啲咯。冬天咧都不忘記要搽防曬嘅，即係我無論落雨啊、落雪啊、幾暗嘅天，我都要搽防曬，因為實在啲紫外光咧，你係唔知即係呢啲燈啦，呢啲燈啦，即係都有紫外光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保濕、保濕、保濕、保濕。最緊要係你好清晰你邊啲位置係你嘅 strength 嚟嘅，譬如你眼睛係特別大嘅，咁你咪可以outstand 你個眼睛。每日都有一個 theme 嘅，咁你因住個 theme 去 enhance 佢咯。其實我自己係好中意儲耳環嘅，我各式各樣唔同嘅大大細細耳環我都好中意，因為我覺得你好簡單 casual T-shirt 牛仔褲皮鞋啊，咁你就可以戴啲 hoops 啊，戴啲耳環仔，咁就感覺好即係好乾淨，但係好舒服，但係同時有啲飾物去好似又再 grand 少少咁樣。我覺得有件 oversize 少少嘅 coat 係好緊要嘅，咁。各式各樣唔同嘅 boot 啦，長啲嘅 boot 啊，皮嘅 boot 啊，羊皮嘅 boot 啊，短 boot 啊，攝牛仔褲入去啊，咁我覺得冬天係 boots and oversize coat 係必備嘅。我覺得最緊要係你所做嘅嘢，你自己真係好 passionate 做緊你眼前所有嘢咧。我好享受做媽媽，我好享受做演員，我好享受做策展人，我好享受做人哋嘅太太。咁我覺得係每一個崗位、每一個角色，其實都係我好享受嘅，好樂於。咁所以你就冇啊，你唔諗啲時間分配，即係你自然就會做到咯咁樣。